对蓝天大哥有点好奇哦。是。您是不是就是传说中与白云同门的蓝天呢？对啊。当年在义工队啊，谁是他同梯？你知道？一直劈那个。哦，包伟明啊，包劈腿。你现在你叫他劈，他不是还劈得下去吗？嗯。可是我还能劈。真的吗？是啊，真的我还能劈啊。不要逞强啊。不会。来，而且我很快。啊。跑向前跑。嘿。哇！对蓝天大哥有点好奇哦。是。您是不是就是传说中与白云同门的蓝天呢？对啊。当年的蓝天白云就是您，也是其中一位。对啊。哇，真的啊。对啊。但是因为白云太肥太肮脏，所以决定单飞。没有啦，因为外面场子比较多啦。你知道他去拍 A 片吗？啊，知道啊，之前啊，那知道啊，我知道，知道。那你会不会觉得他脏了你的名声？不会啊，因为他白云是飘来飘去，马上就飘走了嘛。蓝天永远在那里。对。阿给拉，我跟你讲，全台湾怎么样？有一个人比阿给拉还像阿给拉。对。谁？蓝天。真的。哎，真的，阿哥看他叫哥哥，哦，哥哥，你看像，然后我像，他真的学得很像，你看过没有？我没有。你这样讲话好像我不知道高兴还是悲哀。他是高兴，真的。只学阿直仔很简单，我教你们几个秘诀。是。这椅子，秘诀一，板凳，自备啊。这椅子，这个是他本来就是这种，然后鞋子一定要脱掉。哦，那笔可以照出来。然后记住哦，他有的人在学都是这样，不对脚，哦，不对脚，他一定是右脚。这样就像了吗？这样不像。最注意要注意他的手。有的人学阿盖拉，有个人学阿盖拉，他手都是放这样的。哦。其实这样不对的。哦。这样是不对的。这样是孔安阿庆，如果阿哥，对，哦，这是孔安，这有分的。阿盖拉是阿盖拉是中间三只有没有？它微微的卷起来。哦，像。对，这个像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知道吗？他这边方便夹牌。喂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他打牌的时候这边都会夹两只，你跟他打小心一点。真的啊，你都而且他又放这样子，你看不到。哦，对。可是他现在不打了啦，他放这样子。那，你这样像吗？像，这样就像，还不像，还不像，还有脸部表情哦。你没有看过沙皮狗？有，沙皮狗唱歌。啊？好像哦。那个嘴型最像。老叔。麻烦来一首啊，命运的意道，多谢，谢谢。凄凉的意道声，拖走着爱情。我想孤独啊的人唱出了无奈的心声，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，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凄凉的吉他声我是心如痛啊，命运的刀声。当年在义工队啊，谁是他同梯？你知道？一直劈那个，哦，包伟明啊，包劈腿。你现在你叫他劈，他不是还劈得下去吗？可是我还能劈。真的吗？是啊，真的我还能劈啊！不要逞强啊！不会。来，而且我很快。啊，跑向前跑。嘿，哇！阿哥笑脸，哇，还年轻吗？
请问包伟明在义工队的时候也是天天劈腿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办法每天跑跑跑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谁跟我同梯？殷正阳。殷正阳。哦，金钟歌王。你怎么林立阳也是这样？他只要有个阳就变这样了。对对对。还有施孝荣。施孝荣，他们这几个。你们那时候是陆军的吗？没有，我们空军。哦，空军。空军啊，蓝天人。对对对对。所以说我其实蛮感谢义工队那一段的岁月，让我学到很多。那其实我们知道，以前台湾有一个文化，现在已经没了。嗯嗯。那就是牛肉厂。哦。其实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牛肉厂是什么。哦，吃牛肉很不错。哎，我当年也去参加过牛肉厂。真的？我不是表演，我是去看。哦，我以为你表演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。那一首歌都不错。你看麦，哒啦啦当当，请你看麦，阮的歌谣真正美丽。啊，就先起来。牛肉厂，我是曾经有参加过，一直在里面工作7年。七年？对。你在里面做什么？我也是进去也是伴舞，也是跳舞啊。伴舞，然后变成歌星，然后变歌手，歌手完变司仪。那七年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？有一点改，当然有一点改变哦，不是？会不会就没办法起来？我第一次下海，然后我朋友没有跟我讲哦。他没有跟我讲牛肉厂哦，嗯，我想说，对啊，就我也是穿溜冰鞋伴舞，然后跳到一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听到后台喊了一句“加呼吧”，吃牛肉，那奇怪，现在干嘛吃牛肉啊？我们还在跳舞，干嘛吃牛肉啊？那突然间就20几个，嗯，全一丝不挂的女孩子跑出来，冲出来，全舞台两侧出来，然后就站在我们的后面。然后你知道吗？那当场，突然怎么一看，哇！然后我们那时候跳舞的时候是穿那种紧身太子，哎呦，穿太子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你就男生看到那么多，一定会有反应嘛。然后你看到一个人跳舞在那边，一只手放在前面是这样跳舞。我第一次下来是这种情形。其实牛肉厂除了表演让我们很惊讶之外，其实台下是。也是让人很惊讶啊！那个台下，我以前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记得还在那个时候是在拍戏还是干嘛？我们在台东嘛，嗯，然后有一天晚上，然后没看过牛肉厂，嗯啊，去买了就去了，哦，里面很自由哎，虽然是像一个电影院一样，哦，里面有吃有喝，还有在里面睡着的，还有里面在里面想心事的，还有看报纸嗑瓜子，什么人都有啦，夜总会啊，对，很多人在里面做各种不同的事情。一般看表演是不太可能这么的随性。那你们在台下有没有看到一些怪现象？有啊，怎么没有？有的在那边就当场就毛起来啊，啊，自慰啊，对啊。那北北啊，都是北北，一律都是北北。然后他们都会拿那个大外套啊，遮住。然后你看到没有大外套，用报纸。对啊，然后遮住以后，你就看，当他看到他眼睛眯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快，快死掉了。有啊，我在嘉义就碰到一次啊，一个伯伯啊，早上十点有早场开始看，然后我们有多好啊，10点你买10点的票。他送你中午的便当，你先买下午的票，他送你晚上的便当。这样子哦。对，你可以连续看2场，然后那个北北从早上10点一直看，嗯，看到晚上9点半那一场，一直看，然后我们都散场了，已经9点半那场做完了，都散场，11点散场了，那个北北还在那边，虚掉了，他已经挂了。哎呦，眼睛真的挂了，真的挂了。真的挂了，是精尽而亡吗？还是不是太兴奋？